小朋友，我们去找小朋友啦，找小朋友啦，要出发，出发。我们先到啦，小姑子也紧跟其后。伊朗人见面就是贴面亲吻礼，右左右贴面三次。刚好今天抓拍到，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小巴看到姑姑很兴奋呐。因阿雪是真好呢。啊，伊朗的大使，我最讨厌的一个饭，我超级讨厌吃的一个饭。你看伊朗人最喜欢吃的土豆，哪位是？这是我老公的妹妹，二十。没有，都是你吃这面的。看这是，我小哥都是鸡肉，那是一个传统的食物。这个是用各种蔬菜熬制成的，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闻到就想吐，但是时间长了吃起来还挺香的。酸奶核桃这块儿，伊朗每个块儿都是食用的，特别香。食用是打成粉的，这个是装饰，可以泡茶。你们怎么来吃吧，别买车后灯。那你嘴里面喝的还真的？那不巧，我巧不是来的，我巧不是来的苹果的。我们在开小姑子玩笑，说她去婆婆家是这样吃饭的。你叫吃几粒米糊嘞？嗯，这。在自己家这样吃，那爸爸英俊的，哈哈哈哈，就是在婆婆家和在自己家吃饭的气氛，笑死我了。现在是我婆婆，她在她婆婆家，看我婆婆表演一下。三个女人一台，这么多女人聚集在一起，还都是有故事的。此刻应该想想村头聚集的奶奶辈们，懂了吗？不知道谁家倒霉孩子被讨论中。看看看，讨论的热火朝天。他们用的阿塞拜疆的话60%类似土耳其，一句也听不懂，我还是撤了吧。看他那个太爷爷的那个祖传凳子，这个凳子应该有个年头了。娜娜，你坐上去摇一摇。这个凳子，坐上去这个。该坐上去。好玩不？你往后靠，往后靠一下。好玩吧？
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他们讨论的激情还没退去。用我老公的话，他们是老家和德黑兰信息交换中心。他的祖传小椅子怎么感觉会回到你手上呢，小南？啊，我去爬耶。姑姑去哪儿了？哎，他们聊完天了。姑姑，你快让姑姑找，走去找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在厨房。玩呢？这什么呀？啊，你看看。咦？哦。妈妈妈妈，我在这玩这个。啊。这是什么呀？爸爸你在干嘛？挖大树。嗯，你看我大树很漂亮。你的树很漂亮，你看的啥树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这是花花。这是花花啊。还有啥？花花。嗯。花花。花花。花。老公爷爷80多岁了，每天还是坚持让司机接送上下班，说他赚钱的欲望才刚刚开始。我跟小姑子累了就先走了，婆婆在这里等公公下班。在老公爷爷家附近有一家烤鸡店，味道超级好吃，还有这个土豆烤的也特别好吃，每次路过都必须顺带带一些回家。刚好小姑子老公来接我们呢，我们准备打包一些鸡肉带回家吃，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？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被馋流口水呀？今天来的比较早，所以说排队的人不多，如果到正儿八经的饭点的话，排队的人会特别多。到家啦，现在准备开始享用美食，因为今天这个鸡翅买成辣的了，娜娜不能吃。给娜娜下了一碗馄饨，她不能吃这个烤鸡，有点辣。娜娜，馄饨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啊，大嘴巴。快点吃。那没有大嘴。那你好好抓住。抓住啊。这期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